为什么中规中矩的英文字母，用手推绣的时候不容易绣好呢？是因为没有掌握住这一点儿，就是你自己的图不好看。像这个 T 字设计的底图就好看，你就算绣工不好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当然，如果绣工好，底图也好，那就能绣出漂亮的字母了。想知道怎么样写出好看的字母，来丁大姐直播间。